其实朵茉莉蔻啊，在我呢进入熟龄之后，是我保养很重要的一个陪伴。请问敷上面膜的感觉如何？嗯，很舒服，而且感觉很有弹性、绵密，敷在眼周感觉都很温和。嗯，我做蛋糕要打鲜奶油抹上去，让我的蛋糕漂亮。我现在敷上来，我就觉得我的皮肤也会因为这个面膜而漂亮。今天挑战完啊，我觉得我的媳妇啊好像变漂亮，真的耶，皮肤真的很水润，而且很柔软，还充满了光泽感，嗯，整个人都觉得很幸福了起来。保养真的很重要，就跟我们啊，要吃好的食物，想要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，你要保养的时候，你的保养品也要选择的好啊。就是这么好的保养品，一定要推荐给好朋友们。嗯，只要上网搜寻朵茉莉蔻，申请全校八点三日份的这个组合，嗯，从卸妆到防晒一并俱全，不只有我们今天敷的泡泡面膜，那连同后面的保养全部整套通通都有，都做得很完整。对，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自己保养得很漂亮。对啊，你会不会想打电话？我马上去打。